扫墓的东西准备好了？差不多了。车开出来了吗？孩子们呢？踏青去了，晚点跟咱们会合。风景清明后，云山睥睨前，百花如旧日，万景初新烟。这是楚祖伊尹，他还是个名医哦。这我也知道，伊尹是最早发明食疗法治病的名医。这里怎么有年兽的气息？年兽，他来这里干嘛？我们一路上多注意点。黄龙玉，黄龙玉，你到底在哪里呀？累死我了，都挖遍了。好饿。活要干，饭也得吃。老大，找不到黄龙玉啊，咋办？好饿啊，老大。好香啊，跟我来。失误失误。你们吃。是地鼠，是地鼠，是地鼠，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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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地鼠。地兽这次表现不错，多给他留点儿。熬夜搞定，吃美食喽。这么快就回来了？他们都在躲雨，没跟过来。没时淋雨就不好吃了，我得让雨停下来。我讨厌下雨，给我停下。老大，老大，老大，我爱你。果然是年兽，八成又是来找黄龙玉的。不能让他们找到，对，阻止他们。别冲动，我们先召集伙伴，等大家到齐了，一起抓年兽。哇！植树不仅是清明习俗，还能够维护春夏秋冬四区的有效运转。种树种树，我喜欢绿色。立夏，你们在哪儿？我们发现年兽的踪迹了。年兽，我们马上就来。
你们看。啊。哦。啊，都被闪电打成这样了。刚刚还好我们离开了。是啊，这些垃圾可不能留在这里。嗯嗯，我们一起收拾吧。嗯，收拾完了咱们好回家。这里就是刚刚闪电劈到的地方。年兽应该离开不久。立秋，赶紧找找。老大，有东西在你脸上。是年兽。大家一起上。哦，冰瀑春山。啊，金金姐加油加油。巨灵掌强化。竟然增强这么多。立夏获得了三重强化，但这依然不够。真相立夏攻击后面一星幻影。这家伙有点厉害，你们去阻止立冬，打断人类的增强魔法。立冬弟弟，小心！天雷！漫天秀叶！你休想！天神，你干嘛呀？立夏，小心啊！只剩最后两块了，得速战速决。烈阳，糟糕！完了！立冬弟弟，你没事吧？春山。都怪我，都怪我。每年公历的四月四日至六日间，就到了一年二十四节气的第五个节气清明。清明节气过后，气候更加暖和，草木萌动，桃杏开花，北方地区也开始断雪，处处给人清新明朗、欣欣向荣的感觉，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机。清明节气已经十分适合外出了，可以进行踏青游玩、种树、放风筝的活动。山东的一些地方，这些天有吃鸡蛋、冷饽饽的风俗，这个节气还适合吃一些清胆明目的东西，对身体健康很有好处。菠菜和芥菜就非常不错。我是清明精灵，再见。